我们今天有点小菜耶，给你吃。在台湾的中心也有伟出国的感觉。我快到了。四面环山，可以说走就走的森林之旅。你很过分呢，竟然叫我自己坐车上山。哦，对不起嘛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看到森林系的照片。南投好山好水好，好不无聊。旅途总是要有惊喜。2023与您相约南投灯会。